我们发广告。对对，我们发广告。我们比如说你是摊位，然后我把我们的目录发给你，啊，不跟你们起冲突了。就是说客人说不同的材料，就拿这个给他介绍一下就可以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再换一下。对，就是图案可以换嘛，就是材质可以做成这样嘛。对，嗯，对，好。嗯，这种要的。是，这个看起来是有一些，就是有些有时候餐饮牵扯到版权就不好。那你们可以自开发一套。Thank you.